已经快去七八千了是吗？就一直是书，你有几本书我不知道收去哪里，都乱把，乱放。上次还找到第一，才从书展寄回来那个箱子里都没有拆。拿到理由是放在地上。哇，书展寄回来的箱子。对啊，那时候好像有。都是带回来是用寄去。对啊，那直接寄，东西太多了，然后叫好走心，怎么装？拿回来就是被骂一顿。还好，我之前书展寄书回家也是都是这样子。因为我家一个角落全部重叠，都是我的东西。 就是从以前的书展漫步带回来的东西，书啊、精品啊，一堆那一叠全部都是我的东西，然后板子盒至少有四个盒子，至少七八个，因为板子盒就装不下了。